身为道源功德庙啊，供养一切诸善根，信佛微妙心清法，金果诸佛多解脱。啊，就是要甲大家讲，咱爱真正建立真虔诚的信心嘛。有了虔诚的信心，才会当养成咱的功德，啊，产生了咱的道心嘛。所以叫做信为道源功德庙。有了正信，自然的内心嘛，都会当不断成长。咱迄个善根的功德啊，咱爱相信人间的代志是安尼。平时咱脚踏实地伫咧做代志，到一个所在有困难，咱去听受益。将咱所做的经验呢，甲因分享。虽然是贫穷困难呐，咱嘛教因，因会晓做好事，累积功德，供养善根，这呢就是叫做道人。伊毋捌的时，受尽了苦难；伊捌啦，哦，伊了解，自然呢。伊就会当按照方法去解除伊的苦难，甚至呢，力有余，阁会当帮助别人。这呢，就是相信佛陀唔只是要来解除咱众生内心的苦难，也阁要解除咱呢懵懵懂懂啊！在六道轮回不得自己啊，不在因缘果报。那么佛陀就是安尼来给咱开示，要予咱会当了解咱的人生生死分段，要按怎样呢？会当伫这个分段生死中清清楚楚，伫咱迄种人生啊来去呢？会当真自如，唔通伫咱的心念迄个变圆啦。现在相信啦，哦，真紧外面的境界与影响，又是丧失了道心嘛，信心的正信一偏差，变作邪信。这些咱爱对佛陀有正确的信仰，佛陀的。会当解除咱众生，呀，这迷茫，那咱嘛会当离开了迷茫，清清楚楚，一段一段的生死呢，咱拢会当知影安怎来，安怎去，咱平时的生活都袂伫迄个变异中啦，安尼伫咧生灭吼，咱的内心嘛，生灭苦恼吼。那就一旦起底咯，现在佛是安尼啦，其实呢，过去的佛嘛是安尼啊，所以金果诸佛多解懂啊，因为咱已经听这长的时间，从释迦佛的道场也未讲《法华经》以前。先讲了《无量义经》，然后呢，就伫迄个所在呢，啊，发光啊，现水啊，那弥勒菩萨甲文殊菩萨对答呢，安尼讲过了这么长的时间，果佛啊是安尼，到家最后啦，还是讲《法华经》，现在佛。也是安尼，证明呢，金果诸佛多解懂啊！在人间要安怎度人，就是用世间智，
世间事，度世间的人，世间人苦难偏多啊。所以咱来应世间的苦难，及时付出，这嘛是咱爱平时呢爱培养，培养咱安怎做，安怎讲吼，才有法度呢得到人安怎的信用啊。所以这句信理呢是真重要，证明呢咱已经讲过去了吼。那这文殊菩萨啦，伊都讲我见定明佛啦，本功虽如此，那依是地金佛啦，欲说法华经，从上面呢，咱都知影。二万一日月定明佛啊，同款佛佛道堂入灭的以前，同款是讲《法华经》。要讲《法华经》的以前，同款是奉公献税啊，迄、那个形态拢是同款。过去是安尼，咱现在呢，都知现在的佛，现在的佛呢？就是讲释迦牟尼佛啦，这是文殊菩萨呢，甲弥勒菩萨的对答吼。所以今嘛，咱爱知影，现在释迦牟尼佛啦，也是同款，特别讲《法华经》啦，啊，金刚如本水呀，是诸佛方便，金佛放光明，做。实相义，啊，金刚如本水啊，这就是啊，现在这个形象啊，甲拄只讲过迄个水相，拢同款呐，真呢是诸佛方便吼，每一尊佛啊，就是有这种的方便，要安怎样呢？让大家人心提起了。境界，现在佛到底呢？是要讲什么话呢？哪会甲过去呢？无同款的形态啊！所以大家人心会起疑，所以每一尊佛要讲《法华经》的迄个道场啦，甲过去一般呢，随便都会当讲。啊！大家人坐坐会啊，啥人有怀疑提出来问佛陀呢？是马上为因解说。有时阵呢，佛陀看到啥物代志啊，啊，因缘具足，即将来佛陀开始说法。过去是安尼啦，但是现在呢，特别讲《法华经》，这是大法。也是呢，佛陀啊，迄、那个内心所保护着的，所以讲要痛厌本怀吼，诸佛呢，到到要灭度的以前，讲《法华经》，叫做痛厌本怀，都、就是真欢喜，甲这个内心呢，安尼温存着的法啊。终于要开始完全讲出来啦！咱来知影，咱有时阵啊，啊，明知在的话，想要讲呢，时机唔对啦，对机唔对啦，那地方唔对啦，那这三项啦，那无对啦，那无法度呢，把咱内心呢要讲的话讲出来。所以常常讲，咱来因人、因时、因地，才来讲话。咱对什么款的人，伊有什么烦恼，我爱甲伊讲什么话。那我伫这个所在会用的公开讲这个代志也袂，真呢，拢是啊，咱讲话的卡妙啦，爱对时啦，爱对人，爱对地。点吼，这嘛是咱伫咧讲话，安尼叫做有站站吼。
那咱若会当会晓安尼想，大项都对啦，对啦，这就是叫做妙法。所以佛要讲《法华经》这个中间，用安尼的方式，要叫醒大家人讲来。现在您伫要听的话啦，甲过去是无同哦。大家人爱提高境界啊，用心听法，所以才会放光现水，这是佛佛道同啊，诸佛方便吼。那方便，什么叫做方便啊？那么方便呢，就是可以一切众生机之方法，吼，就是讲对着众生的根基的方法啦，这叫做方便啦，吼。有的人呢，智慧、知识也无够遐，你甲讲甲遐深呢，伊根本都听无。啊，有知识的人呢，你甲伊讲真浅的话呢，伊感觉讲吼，这无价值听。所以呢，咱一定爱对机对教吼，这个机甲教法爱契合起来，安尼呢，则是叫做妙法啦。所以佛陀对人间一定呢爱观机道教，好在时机啦，甲伊个根基啦，所以这些佛陀。施教的方法叫做方便吼，搁再讲方就是方正的道理，便呢是巧妙的言辞。那不是讲方便法，就是凊彩讲，不是哦。方便法啦，方啊就是方正，虽然是方便法。嘛是真正道啊，一正理吼，那总是教人好啊，安怎样教人呢？去除烦恼啊，教人呢，你爱安怎样呢？去造福的啊，等等啊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各家的代志呢，用种种的方法来解说。来牵引众生，所以方法这种的方法嘛是正，好方正的道理啊，就是啊，安尼真正的有正直的道理啦，唔是讲吼啊无处事无正直，同款也是真正直有处事这种的道理啊，变呢？就是啊，巧妙啊，便于应用。我安尼讲，恁听有无？啊，听有呢？会用伫你的身躯里无？会用伫你的日常生活中无？这呢叫做便，就是巧妙。甲你教甲你听的入去。听的入去了后，佮佮你教讲，你爱用的出去。那要用出去的方法，爱用什么方法？那么这叫做方便法吼，那也就是巧妙的言辞说法嘛，就是爱用口说啊。所以呢，巧妙的言辞啦吼，那对种种之机啊。用方正之理，以巧妙的言辞，啊，不是讲凊彩讲讲的尔吼，啊，对着种种机来用真正的精致处事的道理呢，啊，用巧妙呢来给伊教吼，这叫做方便吼。
佛陀啊，一生是教啦，从成佛开始呢，42年间啦，循循善诱，无不都是用这种方便啊、方正、巧妙的真理，对机施教，引导众生，这叫做方便法啊。再来讲，金佛放光明，做法实相宜。现在就是回归的释迦佛的道场啊，灵山会上，文殊菩萨都安尼讲。看现在呢，佛陀也搁在正中，那佛陀未干的和尚呐，这个放光啊，就是要来帮助人人啊，心爱合一啦、啊。因为呢，开始佛陀要讲的是实相的道理，即卖要讲的这个实相的真理啦、啊。都要人人呢提高信心，哎，精神凝聚，专心闻法，吼，这叫做做法。啊，那无伫咧讲话呢，啊，大家人无伫咧认真听，啊，听经心想伫别位人，人坐伫我诶面前，啊，那安尼呢，心走去别位去呢，啊，拄则讲啥诶？啊，都只无认真听到啦！啊，那安尼呢？讲的敢毋是白讲呢？啊，听敢毋是白听呢？啊，有一天啊，那就是啊，有一位年轻人呐、啊，啊，都安尼讲，伊讲吼，早起时伫咧听师父讲话时，啊，等到咱那咧食饭去当村吼。在控音机搁再放出来，录音放出来了后呢，因讲吼，我早起来无听到这段，赶快坐伫内底啊！啊，录音是最准的啊！啊，明明我早起都有讲这段，啊，哪会伫咧食饭的时，哪伫咧听法，啊，哪会感觉讲吼，啊，我哪会早起无听到这段？这段同款有讲，是心走去啊啦，所以呢，这个心啊走出去了后呢，人断吼就断了这段的法啦。所以呢，佛陀啊，伫咧讲经，就是要启示大家人。现在是要讲所讲的呢，是听因佛的本怀，搞我的真正的话。讲出来，予大家听，大家人爱认真听，心呢唔通躁动去吼。所以啊，这叫做做法实相宜。所以来解说，予恁知影讲，金佛放光啊，即以往色是佛的方便，用以显法诸法实相之宜。要甲大家人讲，我较早讲的拢是方便法啦，那就是随机祷告。有人来问，我回答。我看到什么啊？因缘教义甲大家人讲吼，那过去呢，就是只是按照根基和因的教育吼，这是过去所讲的是方便。那现在呢，有意显法诸法实相之意，现在就是开始。所要讲的呢，就是显法，甲真正迄个法，我无要阁甲伊蕴藏着。现在呢，打开心啊，甲这个法呢，完全隆重显露出来，予大家人会当知影。真实的教理呢是安怎？开头讲，人人会当成佛，每一个人都本具佛性。但是呢，大家人拢总无去体会到佛性是啥物，所以
这中间啊，让大家人先知影，诸恶莫作，众善奉行，让大家人知影，正如是因，得如是果，做如是业啊，那就是得如是报。那这段时间啊，要用真多的方法让大家知。现在要跟大家人讲，人人有幸福的证明，要让大家人知影。未来呢，即将会幸福的人，就会伫即个所在慢慢显示出来。各位，咱听这段啦，会当知影讲吼，方便法嘛，唔是随便的法，只是呢，这个机啊，也无法度真正呢去体会到。佛甲咱讲，咱人人呢，闻机佛性。咱也未甲咱的佛性呢，安尼相会合，所以呢，咱佛陀伊就说，迄个不正道，予咱实行，那还要用真多方便的法呢，慈悲喜舍，这福甲慧，要安怎修？哦，用真多的方法，二万顶明佛啊！甘唔就是呢？伫咧福慧相继呢，佛佛道动呢，予咱知影吼，顶顶啦，咱爱经过了遮个代志了后呢，咱的不实啦，回归呢，则会当到第九实，就是咱的佛性，清净佛性，咱必定爱经过遮呢遮侪啦。佛陀所施教呢，到底咱了解偌济？咱一直呢都无法度甲咱呢本具的佛性汇合。即嘛，这实法啦，真实法，就是希望咱人人会当甲咱呢本具佛性汇合起来，这叫做真实法。好、哦，虽然是安尼讲，法也阁真多呢，大家人。爱真实，用心实，真实用心听，所以时时爱多用心啊。